破衣，你帮我，我救你，两不相欠。参见九殿下，末将迎驾来迟，还请殿下恕罪。殿下，您有何吩咐？末将洗耳恭听。苏将军，武皇后为九殿下选秀，挑中了令千金。我只是个有名无权的镇斗将军，武皇后却偏偏挑了我苏府，这侮辱九殿下意思也太明显了吧？殿下会不会拿我苏家开刀呢？怎么？莫非将军看不上我家殿下？啊，末将并未有此意，只是……来啊，把东西抬进来。爸，九州城美女无数，他都看不上几个，更别说是你，一个王府的二小姐。你、啊、宋九儿，你就是嫉妒我比你长得美。等我嫁入王府，我不把你打残，我就不姓苏。将军还不明白吗？还不快把令千金喊进来，参见九殿下。殿下。